在一起共餐，共同用餐。那我认识玉人很久了，从小，从此啊，啊，就是在那个很年轻的时候，那段岁月，所以到现在大家还健在，而且还能有一些共同的嗜好和回忆，是非常不简单的。这样的朋友啊，绝对是真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这样的一些在社会上碰到，突然间萍水相逢，可能大家都有各自的目的啊，啊，或许是同好也不一定，你不能讲那么现实啊，或许是同好，或者是什么等等，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，大概讲。所以现在交的朋友可能就比较表面一点，不会像我这样比较深的啊。我跟他讲话也不会拐弯抹角，大概也很客气啊，因为我们不常交，不常见面，还是很客气。我叫卢荣秀。我的乐团是叫做南台湾交响乐团啊。那他刚讲说是介绍一下朋友，其实是要这样怎么讲的话，连宵夜都要绑下来，要讲很久。所以我大概重点是提一下啊，因为有些话题不见得是大家有兴趣，是我们乐团的事情。所以有兴趣大家私底下找我们聊聊没关系。那其他的事情也就是长话短说就好。那其实我的前身是高雄县交响乐团，就是那时候是杨秋生县长在的时候，他对我们算很支持我们啊。那当时那时候有在余镇县县长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。但是余县长对于运动方面比较喜欢，有喜好，看棒球啊，杨县长对于人文方面他很重视。一个就是，他就那时候找来了在地的什么歌仔戏，还要扶持这样的对。那还有就是西方的这种交响乐团，刚好的现在就只有我们在做，而且我们是真的在做。很多你知道的是吧？那个招牌挂了，跟面干嘛？就是设立的行号，其实他也在做什么？那我们是真的在运作。那中间这里面有，从杨县长他的12年。一年还是比如说他两届八年，然后他有县市留任啊。当然那天过程中是鱼帮水水帮鱼啊，我们在县里面的演出是相当精彩啊。那他也对我们有些补助，我们会常常去做一些在县里面的演出，我们称为三山巡演，凤山、冈山、岐山，三山巡演。这个在我讲的话，其实在上网上历史的轨迹都有。我在 YouTube 在2005年开始放东西上去。